我哋今日嚟上梅林探店，喺 G 出口出，出站之后行到去街口转悠。首先要去帮衬红哥白塔牛肉粿条汤，系一间人气店，可以按自己嘅食力买大中小份。喺门口同哥仔讲要食啲乜，俾完钱之后就攞个牌入去坐，会有人自动送餐过嚟。建议大家尽量避开餐期入去食，因为里面环境挤迫，台面算干净，但系地下就有好多用过嘅纸巾。呢一个系牛丸粿条汤，汤底系牛骨清汤。呢一盘是牛肉牛腩拼盘，全部都是薄切，是暖的，可以不够热，一定要点沙茶酱一起吃。原本没什么特别的牛腩牛肉，点了沙茶酱之后即刻变得好好味。吃完粿条帮衬隔离偶遇楼，这间店是买新疆烤包子，买了两个包，个原味一个羊肉，两个包味道都差不多，是酥皮包，好有新疆风味，两个都好吃，羊肉包就比较多汁。呢条街好多面店，网红店纯绿豆饼喺前面，听闻冇固定嘅开门时间。呢一间老郑家有巨型嘅大麻花卖，对面街有专卖沙窝粥嘅粥老大，小黄牛火锅店幸运牛。我哋喺皇氏水牛奶养生甜品，食咗碗双皮奶同埋牛奶黑糯米加芒果。上梅林珠出口呢一边有鲜苗烧鸡，而呢一边咧就有丁记烩面百合里。而家我哋一齐行去卓越汇，呢一段片系新年前拍嘅，而呢个花市亦系我2024年唯一行过嘅花市。地面呢一层主要是咖啡店，原本想住去卓越汇行一阵，跟住再去第二岛，最后喺度行咗三个几钟，仲要食埋夜晚嗰餐先走。其实个商场系冇乜特别嘢睇嘅，啲人可能去晒行大花市，个商场冇乜人，所以行得几舒服。地铁入口嗰层有个 food court 同埋一间大超市。晚餐我哋拣咗去御见长安食。价钱唔算贵，部分嘅女侍应系着汉服，因为时间尚早，所以只系得我哋一台。我哋叫咗个毛笔酥。是南瓜馅，个汁同个酥唔系好夹，个汁应该系攞嚟装饰嘅啫。啱啱同个毛笔酥影完相，啲餸差唔多已经嚟齐。呢一个系芥辣夹烙，夹烙系一种面嘅名称，口感似举弱面，佢个汁麻麻地。呢一只系遇见葫芦鸡，只鸡预先煮熟咗。到有人叫的时候就拎去炸，骨同埋肉轻轻一搣就即刻分离，好多油，味道麻麻。小炒黄牛肉呢一个系最好食，好啱送饭，不过都几辣。粉蒸肉有八个角包俾你夹住啲肉一齐食，啲肉已经蒸到软绵绵。呢一个系大锅贴。呢個裝飾得咁靚嘅叫紅塵妃子燒，係炸蝦球。我死啦！點解掹出嚟㗎咁？
临走时在快乐小糕点买了一堆麻薯。